幻化的，幻化就是它不实在的，是吧？做个机关木人，能从种种声音，别非我，也不是我，你所造的业，也不是你，业性本空吗？不是你啊，但是你这个肉体记住你那个过去那个业，但你没有证得无我时候，你还空不了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忏罪啊，说拜忏忏悔。有些人经常问这个问题啊，假使造了业了，佛在很多经论上说造了业一定还报的，不还报是不可能的，没有这个事儿，不是空的吗？业性本空，微心造啊，是不错啊，你心造了业了，业性本空了，还报也是空的，还也是空的，跟人的因缘也是空的，没有实体的。过去我们俗话，无有不散的宴席啊，哪个到餐厅里到什么去，或者请客宴席，你最长也是两三个钟头吧，宴席完了都散了，各回各的去处，各回各的家了。人生就如是啊，大家庭要小家庭好，没有不散的呀。所以一到特别年岁大的人就知道了，赶紧着过去的道友啊，过去的亲朋啊，大多数已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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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都这死了，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不散的，就是散的。真死了吗？这是幻化的相，幻化的相。等另一个相出来了，也许又带一块堆儿，就这样。因为有缘嘛，有缘才相聚嘛。保守菩萨打这个比喻，像那个机关的木头人，他也能演唱，也能做一个事儿。他无我，也不是我。说我们所造那个业相，不是我，但是你可要受，受了也不是我，就是这个含义了，再深一层。对，说我们忏悔罪业，因为我们有罪业，修道不得成，成佛很艰难的了，要经过多少劫了，业性是空的，但是受起来不空的，就不空了。你空得了吗？你害病的时候啊，你说我连身体也是空的，病没有，你还能像没病时候欢欢喜喜那样子吗？到死的时候你做得了主，说我不死我还得活几年，我再活几年再走吧，办得到吗？所以有人问说这业能转不，说我过去的业我先转变，但是不能转变的，没有成佛的，那修道做什么？说能转变，那我就造吧，造完了到时候我再转。这两种都是不对的。说业也不能转，没有成佛者。说业要能转的话，很轻易就转化了。那佛说的因果报应就不存在了。这两种是靠什么呢？就像你看你哪个力量强，强者先迁。而业力强吗？是修道的道心强吗？道心强把你那业障转了。你精进不够，懈怠不够，修行的力度不够，那个业啊照样得受，害病一样害，谁都要害病吧。在你害病你感觉痛苦，在你能转业报的时候，你心里有这个印识时候，
那个痛苦就不同了，减轻痛苦。在苦上印的苦的性，苦是没有体的，苦的性是空的，空的那谁在受苦啊？你这业务体是空的，人家打你，你说打谁啊？不知道，能做到这样子吗？但是也有一种人没有经过修道，那叫拿马匹。我们听人家跟我讲，在北京，河南人，他到了北京了，这个表弟啊，傻的乎的，也到北京来找他来了，找他。在夜间嘛，他起来要撒尿，那个撒尿的旁边那个尿池旁边啊，有个自来水管子，人家那个工作的都是晚上把那夜自来水管子放着，放那自来水，明天好就那缸都装满了，好就坐就不再放水了，放水来不及，他就在那旁边尿尿。他去了很久了，他表兄说：“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你干什么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尿尿啊，他一直流啊，不停啊。”他表哥就很奇怪，看，说：“这不是你尿尿，这自来水在流啊！啊，自来水在流啊，不是我在尿，我当我在尿尿呢。”我听到人给我讲这笑话，很有道理。我这么想的，我们的人生如果这样子跨。把那个业做入室看，你的业就像那自来水流的，跟你没关系了吗？跟你有啥关系？那你随那个转，你因为你在尿尿尿吗？那自来水什么时候停吗？你才尿完，那一夜不要睡觉了。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，我们人何尝不入室啊？每个都是傻子，一天的奔波劳动是空的嘛，不是你的。别的业做呀、别的业做，本来不是我要记我想，说这肉体啊不是我，那你把它贪着执着的不得了，所造的业是虚的，业性本空，唯心造。修道者在那观想，拜无我，想无我，跟着佛的教导，你笑。开慧相，得到光明，得到智慧了，知道这是虚妄的、假的，对。你修行目的就达到这个，然后每个人不是求解脱吗？没学佛目的说我要解脱呀，我要了生死啊，这不是一句话哟。什么是生死？先印得清楚。完了说我要了，怎么了？那你依着佛的教导去学，先印是造业的业性，现在还不停的造业，业有善有恶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分别清楚。不是在净恒篇，文殊菩萨菩萨智首菩萨问他。他答复四个字，我看着是四个字，我就起其中四个字，善用其心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的思维，当你做这件事儿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，做完了所得到的做的成果，把它用到什么处。现在你这个人的肉体，就是你过去的善业多，恶业少，说你变了人了，同时是人，人家在那儿继续做大善事，同时一个人，你在那儿叫杀盗淫，乃至说五毒俱全吧。这两个怎么能来比？同时业，是业，这一定得信呐、相信业果呀。我们这几百人，
经常不断是，大概我给他定的量吧，四五百吧，咱们最少时都四五百人，吃、穿、住，乃至还建大殿、叫法堂的人，嗯，咱们干什么劳动了？四门工商没咱们呢？你修道是给你自己修啊？为什么有人会送来？那天气冷了，有好多人就给我们送棉衣服了，送冬天保温设备了，干啥？哪儿来的？为什么？而且在社会上还破除迷信啊，那他还有这么人，他不因为是迷信，他乃至于用种种业的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来给咱们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？咱们又为什么？咱们怎么样回答他？他想求的，求三宝加拜。如果说他求一次不灵，求两次也不灵，他三次就不来了。他所要求得的，看着是虚的，他得到了，得到又是实的，这得到了也是虚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现生得到还不算，他未来生的善根，这叫福田。福田，嗯，佛给我们制的，我们这衣服不是一块一块的吗？像那个地里经历田地一样的，这叫福田衣。福田衣是给人家陪福的。如果是你自己不修行，所以人说，常住一粒米，纵入须弥山。须弥山没看见，一粒米送入五台山也就不轻了吧？五台山好大呀、啊！如果你的不知自如果你不了道，如果没得到成就，变驴、变马、变骡子、变牛来还吧，披毛戴脚还，就这样意思。我联想到我在中国分教书。带我们那第一批的同学的，来朝五台山，那时候台河镇还没有呢，铺面什么都没有，有什么呢？有骡马大会，就是台河镇全是骡马，满好多批山都是放骡子、放马的、放牛的、放羊的，在这做交易，就在戴罗顶底下，我们就穿那个戴。穿那个马群里头上戴罗顶朝拜的时候，我同学的就问我：“哎，都是五台山是圣地吗？怎么这么多骡马呀？”我说：“你小心点儿，将来我们都会来的了。如果你不了道，你就来到这儿来吧，到骡马大会来展览吧。”不是笑话啊，这业性入世啊，说你了道了，你不想再堕落，那你发心修道啊，发心了，不然你衣食住行，你修道，人家来供养你，他求什么？你修的道，你所做的善业，得给他一份啊，不是白吃的，还起来很困难呢。所以在你那个供灾的时候，受灾完了时候都入世啊。但是呢，这还也是假的，受报也是假的，一切入梦幻泡呀。要能够无我非我的业性本空，经常这样修。我刚才说这个是除使你心里头念念在道。道经常要修行，不但自己得一处，一切众生都得到好处。
使他们供养的不会空虚的。